关上了这边。看起来车主不是很顺利啊，一开始第一圈没有转，然后车挂掉了。第一圈还没跑完就一直挂着，好了，刚开赛而已啊，才用掉两分钟啊，刚开赛两分钟而已，50分钟了，还有地位了，50分钟了，风和日丽啊，一点点微风，凉凉的，有点高度不正常了。3分钟，目前领先的是陈玉元，第二黄胜杰，第三陈光二，第四吴宗玉，第四傅才玉，第六赵俊杰，第七李立明，第八张子林，第九陈冠宪，第十刘后开。
秒要加油的，都注意哦。场地蛮大的，一圈大概都还有50秒左右哈，所以错过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好，目前我看一下，目前领先的还是陈玉莲，冠军第二黄胜杰，第三赵俊如，第四陈庄赫，第五林定明，第六祝才玉，第七吴庄玉，第八张杰，第九刘浩才。好，7分40秒，目前领先还是陈玉元哈，冠军第二黄胜杰，第三陈庄赫，第四吴东玉，第五傅才玉，第六赵俊林，第七张子林，第八林立明，第九刘浩才。秒，第三陈光赫，第四傅才玉，第五赵俊如，第六张启文，第七刘张玉，第八林立明，第九刘浩才。
12分50秒，最后50秒，领先的还是彭昱媛吧，彭昱媛，他头发都跑前面啦、啊。目前第二的还是黄圣杰啊，没有什么变化。第三是陈光赫哦，第三是陈光赫，第四是白玉，第五张子文，第六吴宗玉，第七赵俊如，第八林立明，第九刘浩台。
机啊，三圈已经有人突破45秒了，三圈了、啊、已经有45秒的三圈了，又弄熟了，但是上面又上熟，最后9分半钟，最后9分半钟。50分钟果然是煎熬啊，已经有人变形了，蓝变形了，你在这边来动了，我已经表情已经僵硬到不行了。来，最后9分钟啊，目前领先的还是黄胜杰啊，因为是领先一分多了，领先了一圈又三秒了哈。第三的是陈光赫，陈光赫他前面21秒，第四张启文，张启文他前面1610秒，第五赵俊儒他前面22秒而已，第六吴宗玉他前面差不多两圈了哈，第七罗浩台他前面两圈又七秒啊，就四分十秒，7分多钟的时间。最后七分钟的时间，我看一下啊，目前比较有可能的看头应该是在230之间的，因为230在电脑看起来大概差30秒，30秒，除非陈岩换车了，不然应该是不太可能追到到了哈，因为30秒时间剩下7分钟，不太可能追得到。但是也有奇迹的可能啊，不是排除。目前我看一下，登记一下第四名的张祖文，他前面是1分7秒，所以他要追上陈光赫的机会，除非一样了哈，前面换一车，不然的话几乎剩下6分多钟也不太可能了。赵俊儒的部分我看一下啊，他前面25秒有可能哦，他前面25秒就比较有可能一点。吴宗玉差两圈了哈，所以在剩下6分钟的时间，要超越是不太可能。好，目前看一下哈，黄胜杰已经53圈了哈。第二的是陈议员，他前面1圈又4秒，啊不是14秒，1圈又14秒的时间。第三陈光后，他前面13秒已经追到剩13秒了，所以比较有看头的陈议员就跟陈光后之争哦，这两步同分了哈，都进城了。第四是张楚文，他前面1圈又9秒。第五是赵俊儒哈，赵俊儒他前面一圈又十四秒，没有一圈了，是差4秒而已，差14秒8。时间剩下最后的五分钟。
我刚刚说我借感应器呢，记得还给我。45分30秒了，45分30秒。现在就是第二名之争了哦，第二名成功后争成一年哈、哦，因为相差只有25秒的时间，刚刚一路追到剩下10多秒哦，十多秒，所以一个不小心 miss 可能会不见哦。让一下，他到8圈了。好，46分了，46分了哈、哦。最后的3分半钟啊，3分半钟。黄慧娟至少还要再砍3分钟，才能够挺进冠军的哈、哦。因为虽然差了1圈多。差1圈多，你一圈大概在40多秒，46秒左右，所以要再跑至少3分钟。哎呀，目前啊，各位看到名次有小小变化的哈、哦，第4名跟第5名，到第5名就爬上来到第4了，差了5秒钟，好、哦，高启源被挤下来了哈、哦，差了5秒钟，46分50秒，46分50秒。成功后差陈一元14秒而已，成功后只差陈一元14秒，所以目前比较有看头应该是第2、3名哦，2、3名比较危险的。黄胜杰依照他的去年的战力来看哦，应该维持到最后，除非他坏车了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黄胜杰应该是冠军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陈一元跟成功后又只差14秒哦。就有点危险了，剩2分半钟哦，14秒钟。张启文不甘示弱哈、哦，他又把第4名追回来了，在第五差了他2秒，所以4名在跟啊，2、3名也在跟啊，5秒7。2、3名危险了，2、3名危险，差5秒7而已哦，2、3名危险了，越追越近了哈、哦，陈元有点后劲无力的感觉哦，阿豪在叫你了，阿豪在叫你了，跑你的啦，稳住就对了，没有了啦，1分多钟的啦。1分半，最后1分半钟，差5秒钟而已哦。陈玉元跟陈光赫只差5秒钟哦。好、哦，看到了，陈光赫已经超过陈玉元了。最后1分20秒，最后1分20秒，注意了哈，鹿死谁手真的不晓得。黄胜杰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黄胜杰已经领先将近2圈了哈，黄胜杰已经领先将近2圈了，最后1分钟，他就再跑1圈回来，他就肯定冠军了。好，目前陈光赫跟陈玉元哈，因为只差4秒钟不到，3秒钟而已，只差3秒钟而已，所以我好像太远，所以不用看了。现在第4名有机会追上，因为差1分20秒而已哦。张启文第4名差1分20秒，如果在时间到里面追过的话，就是第3名的，因为陈玉元已经坏车了，不用看了。来，所以呢，加点加差一点啊，应该他已经下去了嘛，多局了，我去踏助手。好，第5名应该是陈光赫没问题了哈，最后的20秒来了，张启已经爬上到第3了，果然啊，撑到最后就是你的。冠军哈、哦，回来就冠军了啦，不用回来也冠军了啦。黄胜杰，黄胜杰不要那么紧张的，别再抖了，看你一直抖哈、哦，我也一直抖了。好，黄胜杰，第二陈光赫，第2名是陈光赫哈、哦，还没有哦，陈光赫到了，好、哦，陈光赫你确定是第二到了哈、哦，但是赵俊宇差7秒钟哦，所以张启文要回来才能知道哦。
恭喜。